今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我接完电话之后心情特别不好。直接说什么事？那个人跟我说：“张先生您好，我这里是中国银行，请问你这边需要办贷款吗？”我当时就意识到我手里没钱了。我发给你的单子你记得吗？不是，是这样的。就记呢，基本七七八八了，但是那个钱，我们余额真的没钱了，这下。那怎么办？通常是你可以问杨导借了，而且你可以打给你刚刚打给那个中国银行，真的贷款帮我们公司，对不对？一分钱没了。也不是一分，有几百块钱。那你先欠着我吧。什么叫欠着你的？这个公司你没有份的呀，这公司你不是其中一个股东呀？什么欠你欠我的呀？把话说那么难听的呀？你现在在住哪儿呀？这是不是后斗门呀？还是你上海的家呀？你现在说话就越来越有财务的味儿了。这是咱家里那个，不是从这儿捡的，丐帮打狗棒。哎，李浩睡觉也是睁眼睛睡的，李浩睡觉翻白眼，他的标志性的牙，你没照一下？我手机在导航，可以啊，要不我发一下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李浩睡觉睡的，翻白眼。没事，我有他睡觉视频，要不要看一下你啊，大家啊，你别看这个。很别整活，你看看，我的眼睛跟你相比真的还好，我跟你讲。你看看你先看看你先，你还会动的。我不动，我眼睛不动。你看，你看会转过来的。我给你摸摸李浩，李浩怎么是这么睡的？我他妈刚刚都没睡，你这牙根乱说。睁着眼睛。我挖这个吧。哪一个？这个。秒杀，这根挺带劲啊！秒杀，这根是1.5米、1.6米，挖到底估计比李浩高，反正。来吧，我觉得现在就介绍一下吧，不然我倒怕没时间。行。哦，种子吗？带着任务来的。对，我带着我们学院光荣的任务。这个是咱们研发的新品种是吗？算对，我们和就是深圳市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研究院哦，就是一个研究院一起合作的一个推广的，就是这个就是叫深黑田713，它是黑色的玉米，植株上掰下来就可以直接吃，就不用加热啊，不用煮对吗？对，不用煮，就直接从上面掰下来就可以直接吃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三代的杂交水稻，就是袁老先生的升级版哦。还有两个就是肥料，液体肥，也可以叫液体肥，它学名叫做微生物菌剂，500到1000倍稀释，然后撒在花上。那这一瓶能用挺多呀。对，就是，就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们，或者多款适合你们。都适合。对，没事，下次还来兄弟。咱拿他们中山大学总代，咱帮他们卖，我们也是农业公司啊。对啊，我们也是10个星期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。这个现在已经上市面了吗？这产品？有些上了，有些没有。像这两个就是还是实验的一个阶段。你看，就包装也比较简陋。哦，我们可以给你们做这个实验，给你们提供数据，然后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劳务费用。关键点，劳务费用赚差价。对，你看你们学校不是这个实验田也比较少吗？你像我们这块的只有这么大的实验田，可以辅助你们学校做出。和这个科技公司什么，我懂，其实就反正就可以后续，我觉得就可以后续联系，对对对，就我们就是想看看，也是看看就落到实际之后有什么效果，可以啊，对对，可以啊。